好，各位同仁，事务李秘书长、各级助所长啊，大家早哦。那么我们继续审查我们基隆市政府106年度追加警预算。那么开始之前，我们先请议事组把昨天的会议记录我们确认一下。议事组报告，本会第5次定期会计第14次临时会审查会议记录，105年5月25日上午。审查本市106年度第一次追加减预算案，审查范围基隆市政府税出计划2至99页至3至2页决议，预算通过。议事组以上报告。好，各位同仁，对议事组的会议记录没问题吧？好，我们通过。那请各位同仁翻开。那么基隆市各区公所从中正区开始，那么4至4页，我们先从税入开始哈。4至4页中正区公所税入项目说明提要与预算明细表，捐献收入一般捐献合计追加预算数103万7000元，请审议。好，没问题，没问题，我们通过。4至5页中正区公所税出计划说明提要与各项费用明细表，区公所业务管理合计追加预算数62000元，人事费追加预算数62000元。4至6页请参阅，请审议。好，4至5、4至6，中正区公所没问题，我们通过。4至7页区公所业务理林管理合计追加预算数83万7000元，业务费追加预算数83万7000元，请审议。好，4至7、4至8，没问题，我们通过。公所，请翻至5至3页新义区公所税入项目说明提要与预算明细表，捐献收入一般捐献合计追加预算数103万7000元，请审议。好，5至3，没问题，我们通过。5至4页新义区公所税出计划说明提要与各项费用明细表，区公所业务理林管理合计追加预算数53万6000元，人事费追加预算数53万6000元，请审议。好，5至4，没问题，我们通过。5至5页一般建筑及设备，建筑及设备合计追加预算数103万7000元，设备及投资追加预算数103万7000元，请审议。好，5至5，没问题，我们通过。请翻至6至4页仁爱区公所税入项目说明提要与预算明细表，捐献收入一般捐献合计追加预算数103万7000元，请审议。好，6至4，没问题，通过。6至5页仁爱区公所税出计划说明提要与各项费用明细表，区公所业务理林管理合计追加预算数651000元，人事费追加预算数414000元，业务费追加预算数237000元，请审议。好，6至3，没问题，我们通过。请翻至6至6页一般建筑及设备，建筑及设备合计追加预算数80万元，设备及投资追加预算数80万元，请审议。好，没问题，6至6，没问题，通过。请翻至7至4页安乐区公所税入项目说明提要与预算明细表，捐献收入一般捐献合计追加预算数345万7000元，请审议。7至4页，没问题哈，我们通过。7至5页安乐区公所最初计划说明提要与各项费用明细表，区公所业务理林管理合计追加预算数502000元，人事费追加预算数502000元，请审议。好，没问题，我们通过。7至6页一般建筑及设备，建筑及设备合计追加预算数345万7000元，设备及投资追加预算数345万7000元，请审议。好，7至6，没问题，我们通过。请翻至8至4页中山区公所税入项目说明提要与预算明细表，合计追加捐献收入一般捐献合计追加预算数864万2000元，请审议。好，没问题，我们通过。8至5页中山区公所税出计划说明提要与各项费用明细表，区公所业务理林管理合计追加预算数365万2000元，追减预算数40万元，业务费追加预算数365万2000元，
八至六页将补助费追减预算数，司职委员请审议。好，八至五、八至六，没问题，我们通过。八至七页一般建筑及设备，建筑及设备合计最佳预算数539万元，设备及投资最佳预算数539万元，请审议。好，八至七，没问题，我们通过。请区公所，请翻至九至四页。暖暖区公所税入项目说明提要与预算明细表，捐献收入一般捐献合计追加预算数103万7千元，请审议。好，没问题，我们通过。九至五页，暖暖区公所税出计划说明提要与各项费用明细表，区公所业务理零管理合计追减预算数45万6千元，业务费追减预算数45万6千元，请审议。好，九至五没问题，我们通过。九至六页一般建筑及设备，建筑及设备合计追加预算数103万7千元，设备及投资追加预算数103万7千元，请审议。好，九至六没问题，我们通过。请翻至十至四页，七堵区公所税入项目说明提要与预算明细表，捐献收入一般捐献合计追加预算数103万7千元，请审议。好，没问题，我们通过。105页七堵区公所税出计划说明提要与各项费用明细表，区公所业务理零管理合计追加预算数40万9千元，人事费追加预算数15万9千元，业务费追加预算数25万元，请审议。好，十至五没问题，通过。十至六月一般建筑及设备，建筑及设备合计追加预算数78万7千元，设备及投资追加预算数78万7千元，请审议。好，十至六没问题，通过。请翻至十二至二页，殡葬管理所税出计划说明提要与各项费用明细表，一般行政、行政管理合计追加预算数29万3千元，人事费追加预算数29万3千元，请审议。好，十二至二没问题，我们通过。十二至三页殡葬业务，殡葬业务合计追加预算数20万6千元，业务费追加预算数20万6千元，请审议。好，没问题哈，我们通。哎，收定来我，哇，我记得好像我们议会有通过说，请他在三楼还是四楼说，外面能够做遮雨棚哈。对啊，我记得好像。啊，这一次我们追加预算怎么没有放进去？因为基隆我们多余哦，我们去常在拢你，干那你的公司的门口嘛，我们去办完。我们民政处啊，我们王处长，你要不要说明一下？还是要请我们殡葬管理所？那个，因为遮雨棚的预算，因为不符合追加预算的目的啦。哈，那这部分我之前有跟各议员咨询的时候有答过，说我们这部分会评估，看是不是在今年度的预算来年度预算来编列来改善这样子。以上报告。哦，好了，如果可以的话，做个水啦，别讲啊，你刚才只做是遮雨棚啊，你哦。好，那我们请杨市长杨议员。这个上次我在总咨询的时候也提到说，那个冷气部分13到18的部分哦，看能不能今年夏天能够先装个几间哦。所以你那一整个预算的话，你可能要年度再来编列已经太晚了，因为今年夏天可能会一起的热哦，所以希望说你能够先装设几间起来，谢谢。好，这宝贵意见哈，那我们民政所再看卖了，6、13、18哦，哎，搞这一点还有。好，我们市政府哦参考一下哈，预算没问题哈，我们通过继续。请翻至16至3页，动物保护防疫所税入项目说明提要与预算明细表，罚金、罚还及代金、罚金、罚还合计追加预算数85万元，请审议。好，税入16至3。好，我们请杨市长杨议员。我们最近呢，看到很多的那种那个丢弃的那种流浪狗，很多就是说，到底是谁养的都不知道，可见在我们这个执行的这个晶片的执晶片的这个措施里面呢，不是很严格在执行的。
所以我认为说，在防止弃猫弃犬的这种状况之下，我们必须要严格的执行，以确保我们这个市民的这种生命财产的这个威胁哈。因为现在看了很多的这种狗到处追人的状况啊，不断发生哈，情绪很难掌控。这狗人呢，人的情绪都很难掌控的，何况是狗啊？所以有时候你说狗造成的这个灾害是谁要负责任？是应该照理讲是我们政府这个措施上面的不周延哈，造成的很多人的受伤啊。我觉得这方面我们在需要再努力啊。所以植晶片方面呢，如果说不植的话，应该是要罚款啊，应该罚款。我想，如果透过里哦，或者邻呢，来了解说各里到底有是哪些人是养狗哦，养了以后呢，这个繁殖，甚至于说，这个不植晶片，这个应该要严格取缔哦，防止他们呢这个到处弃养哦。这个我认为说，我们动保所在人力上如果真的不足，我们市政府是应该要增编人力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策哈，应该彻底的执行。好，确保我们生命财产的安全。谢谢。好，还有没有其他同仁？好，那个市立医院杨院长，那个动保所所长有没有来？啊、你，请你注意休息一下啊，跟他换位置给他。好，谢谢哈、哦。啊，我在了。好，我们请张前院长、张红丽、张依林。感谢主席哦。现在不只是狗，现在野猫也非常多。啊，猫哦，真的是有善心人士啦哦，咱嘛袂当讲伊安怎，伊拢一个时间他就拿了一大锅东西，然后去喂那些野猫。但是猫它也是跟狗一样，它一听到声音它会乱窜。啊，他乱窜，人家车子过去，常常会造成意外。哦，啊，这哦，我是刚刚讲，是不是那个野猫也可以去捕捉了？哦，啊，或者是咱把那个喂猫的人说，叫他不要再去喂了，因为哦，一点点拢去饲猫，啊，猫都知影遐有汤吃，啊，所以聚集越来越多。哦、就跟有这个是常理啦，有东西吃啊，一类几类抱几类啊，所以那些猫哦就非常多啊，所以我是刚刚讲，是不是用什么办法，或者是我们打电话，你们可以去帮忙，我们把那些猫赶快抓走哦，阿伯哦常常造成意外，前几天才那个那边才造成一个，他从他后面的轮子跑过去。结果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是有死啊，无死，啊，要去家己爱打一个对他串，啊，所以哦，这样子很危险。谢谢。好，还有没有其他同仁？好，我们请秦真秦议员。啊，谢谢主席哈。所以说，我们动保所哈，在于我们善意的政策的这个执行之下哈，我要请问一下，如果造成所谓野猫野狗攻击人造成伤害，是不是构成国家赔偿？因为这是政府的政策，因注意而问所以因防范而为防范的情形之下，政府有责任的。所以今天这个办法不赶快去拟评出来的话，将来我们百姓有这个权利向政府要求国赔哦。所以说我希望我们动保所在这方面，对于要养这流浪狗或流浪猫的这些善心人士，给他一个所谓的一个所谓的讲资料的管理，让他知道他在哪里哪个区域他在为这些流浪狗跟流浪猫，假如这个区域发生这种状况，是不是他要担负这个责任？我想这个责任是大家应该要很公平的把它摊开来讲，不然的话你是善心，但是造成我们人类的被攻击或伤害，需要去负责，那当然是要政府负责了。所以说动保所这方面我提醒你一下。第三个，除了猫狗以外，还是希望说劝导不要去养那野鸽。各位先看看，在我们安乐区、仁爱区跟中山区的交界的那个全年那个公教福利中心前面，电线杆上一排三四排，不是一排啊，都是野鸽。那我发现是在那个凉亭那边，
定时有人在撒米撒谷在喂他们。很多野个骑机车人过去都变成空炸弹炸到头，安全帽坏，什么闹交塞，非常的多，五六条那个电线上都是野鸽。希望这部分，我希望我们动保署去了解一下，这些野鸽养啊，确实也是造成禽流感的时候用病菌的传染，这也是非常可怕的。所以说，夏季即将来临，这方面请我们动保署也是不是在这个野鸽方面也给予有所的应应的对策的管理？谢谢。好，还有没有其他？好，我们请游翔耀游议员。谢谢。所谓的这个动物的保护啊，我们应该把那个最重要的公路啊，我们应该要把握住了。很多同仁说野猫野狗，台湾没有野生的猫，也没有野生的狗了，都是人养的啦，应该讲弃猫弃狗了，这个观念我们一定要导正了。为什么有弃猫弃狗？这个管理的问题的，这是管理的。所以说，你说野猫野狗哪有什么野猫野狗，都是弃猫弃狗。对，这是一个责任的问题。就是我们如果让养宠物的人，就像他自己，你这种你把他这个认养以后呢，他就是你家里的一份子。对，没有肯定人家弃子吧，弃女比较少吧，啊。就这个观念也要有啊，这个观念不是靠罚不罚，你怎么罚？所以能不能建立说，现在不管说，因为现在我们经常在养的宠物，大概就是猫跟狗最大宗了，最大宗了，现在不是只有野生那个弃猫弃狗为最多，是它最大宗了，对不对？曾经有发生过弃鳄鱼啊，鳄鱼养一养就丢了，弃蜥蜴啊，对不对？这个都有可能，有一阵流行养乌龟，弃乌龟一大堆。当它乱放的时候，都会影响整个生态的一个平衡的、啊，生态平衡。所以这个釜底抽薪之计啊，应该是把现有的这个饲养宠物人做一个管理的。那管理的方式是你们专业的事情，啊，你们要去研究。第二个。能够作为妥善管理的时候，第二个要思考如何去处理这个目前的这个所谓的弃猫跟弃狗的问题啊。但是这两件事也可以同时进行了、啊，没那么困难，它没有冲突性了、啊，对不对？一个源头的管理跟终端的处理，这是可以同时进行的了、啊。我想你应该要对猫狗的作战要有整个的战略思考、啊。对不对？好，很多人在喂食、喂弃猫、喂弃狗，法律上没有很严格的限制说它是违法的、啊，没有啊，对吧？这人性嘛，啊，它这个猫很可怜，没东西吃，我喂它，那又是犯了什么法了、啊？对不对？这群狗没人吃，啊，我有一个村的，还是人餐厅村的物件，我把收收起来，我来吃。这又哪里不对？站在人性，通通是对的；站在人性的悲悯之心，通通是对的。你处罚他干什么呢？我想不是这样啦，这种都是啊制约式的反应呐、啊。制约式的反应永远成不了大事了，永远成不了大事了。所以本修也没讲，以后对现有的有饲猫、有饲狗，甚至饲鱼啊。丁丁哦，饲蜥蜴丁丁，对合法一旦饲养的宠物，你用爱做些管理，当然是猫狗是最大宗了，对不对？啊，所以你要从这个观念，我想看你们在很多里面写什么野猫野狗，这个观念就错误了、啊。台湾你是兽医啊，台湾哪有什么野猫野狗，根本就没有嘛，啊，你观念上错误嘛，因为他在外面流浪就变野吗？那我们的街友就变成野人吗？我们这个街友会变成野人吗？鸭狼，这个是一种歧视的概念，一种歧视的概念。所以你主事者都没有这种观念的话，
你下面有没有这种观念？那他们所定出的一些办法或者规定等等，一定是荒腔走板，一定是荒腔走板。这个弃猫、弃狗等等，除了说你要把它抓过来啊，你不让它安乐死，基于人道、基于生命权，你不让它安乐死也可以呀、啊，啊，看你能不能这个做一个有效的让人去认养啊，这也是个办法嘛，这也是个办法。因为任凭人家去喂食，啊、哦，喂食是从爱心当出发点的，你不能责备他了。他一喂食的时候会造成很多不好的影响、负面的影响，对不对？会让这些弃猫弃狗越繁殖越多，会造成环境的一些影响、脏乱的影响，对不对？甚至于传染病的影响，甚至于对我们人的威胁。咱人危害吧，亚人亚到吼，因为大规模聚集的地方都是有人喂食的地方，不然他不会大规模聚集。啊，有人喂食的地方，他会越繁殖越多，越繁殖越多。譬如说，我经常在中正公园那边运动，好、哦，有好几个点距离这个弃猫弃狗最多的地方，你知道吗？对不对？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了，但我告诉你好了，用有就会写。中正国中旁边那一片，中华电信的那一片土地上面是一群，它是一个族群，很大的一个族群。啊、你想去看后天哈、哦？如果这个连续下几天雨，它阳光出来了，你压墙，围墙上面是一排，跟阅兵一样一排，大家都在躺在那边晒太阳，可以白哦。啊，我给他大概的这样瞄一下，三四十只走未去了。啊，那是足大块的一个族群里啊，嗰一块就是要落去十八楼运动呀，嘛是讲足大滴呢。啊，包括鸟。啊，鸟的处理比狗有较困难些啊，因为鸟会爬关爬阶啊，对不？鸟会爬树啊顶啊，鸟会养爬树啊，迄猫科拢养爬树啊，对啊？你要来去啊？啊，怎么捕捉？困难，那猫是比狗困难了、啊，所以你捕猫跟捕狗一定要有不同的一些技巧啦，对不对啊？我曾经讲过啊，啊，你去训练，你会使去训练一群狗啊，专门给你养鸟啊。对不？但我这是个比一个笑话啦，对吧？你们说你们一定要有方法啦，对不对？像弃狗，如果说经过你这个给他人找那当，你如果尽量的给他能够给他补回来，你不给他安乐死也可以，啊，你给有边有边敌边嘛，一般拢皮肤病大部分拢较济啦，对不？因为咱天气潮湿嘛，这皮肤病的那个最多嘛。对，你该起个细碎呀，对不对？现在的认养不是很单调，说我今天在文化中心门口办理宠物认养咯，啊，这样人家就会来，这样没有吸引力啊，对不对？你狗给他训练一下基本的技巧啊，对不对？我们基隆这个动保所呢，成立一个这个狗马戏团啊，很棒啊，对不对？透过这种宠物可爱的技巧的表演，当然你要请来训练嘛。我们这个开销不是很多啦，对不对？现在很多训狗师啊，起码人气都来撸就训狗师啊，闲置做这刀背训狗师哦，养养啊，不带记者退休，他很乐意做这一块，他也不一定是要钱哦，你给他一种荣誉当志工，搞不好他还乐意哦。你刚稍微做训练一下嘛，对不对？简单的几个基本训练就好了，人走跟着走。训练过的狗永远跟着人的左边走，它不会跟着人的右边走，对不对？人停就停，很明确的一些给它一些指令。比如我丢个球出去，它捡回来，它会捡回来，对不对？丢出去我一个又丢出去，它只要不肯动，它不敢吃，它坐在那边流口水，它都不敢吃。这个我都会训练的、啊。问到告我一百块苗钱，我若无
下指令他就不敢吃，在那边流口水，眼睛看着我，馋得不得了，要归个必须，不然不下指令也在家，一直行。这我现在真的可以做的，但是如果透过这一种的类似简单的一些示范跟表演，你要你的人就有兴趣，被培养出去。原来狗是这么可爱的，原来狗是这么贴心的，原来狗是这么听话的。狗不是只会大小便，大便你去训练它，对不对？所以我想了，根本就到，你就是要从猫狗，或者说透过什么晶片之类的管理，一定要掌控住了。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掌控，你目前的能力，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掌控了，对不对？所以说，我想你应该是从源头跟从末端两个、啊、一起下手去处理的。我想，就算没有做到百分之百的完美，最少也会下降很多了，弃养猫狗的比例会下降很多了，你信不信？对不对？所以说事在人为啊，对不对？因为这一块在整个的我们这个计算里面是非常的少的一块了。但是它往往会影响很多人对基隆市容的一些观瞻呢、啊。你讲，你就用讲运动的人哦，当然有一个心理。有当时我可以买，我你行的时阵，后边两条到你家对，我也不舍得回头看看，我怕他攻击我啊，对不？我点拢爱看一下，而且有心理上的威胁啊，对不对？我想每一个人都会，突然两只这个流浪狗在你旁边。哎，谁来谁去？你一点我觉得一种看不到，有压迫的感觉嘛，对不对？欸、你有没讲叫我给讲话？啊，多少多少？我们在了，没了，不输不输。好，那就是说以后呢，在这个刚刚我所建议的，希望我们动保所的所长啊，能够好好参考，尤其是找一两个训练师来训练一下这些弃养狗的话，我想又这两的效果会更好。谢谢。好，宝贵见，我们接下来请韩良吉韩员。谢谢主席啊、哦。我们首先应该提出来，就是抓狗的人道问题啊、哦，人道问题。当然了，抓狗如果一定要抓它，就不太人道啊、哦，不太人道。但是呢，狗的问题又造成社会上很大的一个问题啊、哦，包括猫。那所以说呢，我首先要推崇的就是我们目前在基隆地区有一个林妈妈狗场，它做得非常的好，但是呢它的社会资源却非常的少，所以呢我很期盼这个社会上爱狗人士多支持这个狗场啊，多支持这个狗场。然后呢我们现在就回归啊，这个必须要谈的也就很现实面，也就是狗喜欢，很多人都喜欢啊，爱犬人士也非常多，包括我也算爱犬人士之一，因为我也养了狗。但是呢我们爱它就不能任意抛弃它，这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抛弃它以后造成的问题如果不处理可以吗？那我现在知道我们的基隆市政府的作为上好像偏向是把它结扎，把结扎后就把它再野放。像这种情况之下，当然了，我们看到很多狗，很多很多啊，像我昨天从立德路啊要回新义区，然后我在这个上面接近杠子寮炮台这个入口这边，哇，那边大概有二十只野狗，还好，大概我比较凶悍，它追我就跑掉了。大概我比丘卡拜哈，他不追追我就跑，啊不是没追，哎，但是他不太叫，奇怪了啊。然后呢，我们知道崇法街，这个大香港附近一带也很多，啊中正公园哪里，可以说我们现在可以感觉得到，基隆市好多好多地方非常多野狗，非常多的野狗，那这造成市容观瞻的不佳，而且造成一般百姓的感觉不好。尤其造成妇女朋友，她可能她的畏惧，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整个权衡来说，我们一定要考虑清楚。
也就是爱它不应该害它。那爱它，你养它，养它以后造成人家的厌恶，造成必须处理它的时候，也等于害它。所以很多所谓的养狗人士，抱着像我也常被他们骂，但是呢，我跟他们就常辩驳。事实上，我非常爱动物，我非常爱动物。爱动物的情况之下，我要怎么样适度的让它有一定的空间或一定的环境，一定的适宜它生存的环境来给它，可能是最好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真的要针对我们环保局的部分，要好好请环保局来研究一下。事实上，刚才本会同仁也提出来说，喂狗、喂猫、喂狗、喂猫，有没有违反这个环境相关法规？哦，有没有影响违反这个法规？假如有，我们有没有严格去处置？事实上，喂狗喂猫的地点经常都很确定。那喂狗喂猫，当然呢，如果我为什么刚刚会提到你妈妈狗场？既然你那么爱他，你为什么不提供一个环境给他？既然你那么爱他，你为什么不好好营造一个环境给他？然后只是任意的去把你的剩菜剩饭，或者你有的很好，他去买狗饲料、猫饲料去喂他。那你喂他以后，造成他会到影响到民众的时候，影响他会被抓，会被打。这是不是相对的你在害他？所以这一体两面的我们要考虑清楚。所以在整个市政的经营上面来说的话，我认为市府团队对这个事情不单纯是动保所，不单纯是环保局，各单位应该共同去研拟一个方法。其实包括教育的部分，也包括我们产业链的问题，这些都包括在内，去如何研究出一个有效的方法，去让教育本市市民知道说爱他不要害他，爱他不要害他，如何去营造？我希望市政府可以提出来一个很明确的方式来处理好。谢谢。好，我们接下来请陈志成陈议员。大家早哈，我想这个流浪犬、流浪猫的问题啊，其实最关键在什么？在哪里？我们要政府要处理，最关键就是预算，急修旧，急修旧，因为大量抓来啊，做你内底先甲起站，啊，这效益拢真大，佮里面治病，他的各种病要把它治好，然后找人认养，啊，这些都要钱。我们整个预算一共才1200多万。来对完工和你接，其实从所长到其他员工，包括约聘雇的还有其他那个算可能是客串还是怎么样，他们领的钱也不多了那人手少，然后管理全基隆市所有这些在到处流窜的流浪猫、流浪狗实在是左支右绌，所以这正确点，我想请秘书长这个在明年度的预算因为基隆市我们现在在全国的那个动保所里面对这流浪犬、流浪猫的处理，其实已经名列中前段班了还不错，还不错。之所以没办法更好的原因是，咱的预算太少，预算太少，不过都按这个。真专门性照顾这個流浪犬、流浪猫，或者家犬、家猫，所有的各方面的需要的照顾，我想关键在这里。所以这个每年要拜托秘书长咧，我来市长我来一个讲，叫伊预算变较济济，人请较济，因为内底人其实嘛足忝的啦。迄内底做去遐做一个月领19000多啦，拢2万外，伊就上西底。什么拢爱做，做个添干的人也留不住，流动性变得很大。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个他已经熟了，接下来要处理就类似这些事物，以后他身体受不了啊，只有辞职啊。那是再补进来的，又从生疏开始到熟练，到一段时间又走了，所以预算要多一点了 啊出了这些问题，其实呢全国各地都赶快发生了，如何提高认养率啊，常常要办活动，怎么刺激啊这个市民的爱心过来认养，将来认养以后要怎么去把它养大，因为流浪犬很多已经习惯在野外很自由嘛，有的哈带回去养，养了一段时间稍微一疏忽跑掉了，到处贴，其实贴那个告示要找狗，后来找到了，好不容易找到，是追了半天设法这样再围堵他，把他找回来，回家去好好照顾。等于是这刚刚动作是王柱，这里不有动作是公主，你照顾，但是伊嘛是未习惯，都在厝，都在一间厝内，这里叫你束缚去，对吧？有诶，迄落咱关爱所在吼，迄、那个狗吼，像阮到一只是宠物医人咩吼，也看到栅栏就有这种恐慌症，因为关爱罗马内底啊。所以这个问题吼，这拢是需要这钱啊。所以预算哦倍增可能还不够，啊，搁即马这个即点仔钱吼，用在身上吼。你无在做这家，对吧？所以到尾来你长期要爱处理的。咱即摆是这个希望达到零菩萨吼，啊，但是你在无菩萨吼，这个到尾也嘛是，同款你无在抓，你通知我之后是较慢啊去，想早去抓到，我怎么来？这个内底狗尿滴袂落，安尼这个问题滴，所以更为上重要。所以希望讲哦。各种方法转各地吼，拢拄着种种问题，因动保所拢互相去交流，知影一寡情况要安怎处理啥。咱讲的吼，对因来讲，毋是新的问题，毋是真新鲜的，是已经年久月深的这问题。啊，主要就是经费老高吼，这问题拢好处理，增加人手了吼，增加训练啦，哦，增加这個对狗猫因的习性的了解，这拢个经费啊。所以是不是这市政府哦，这个预算哦，每年要改变一下，改变一下，改变一寡，变愈侪吼，这个咱这个流浪动物的问题就会更多了吼。所以这流浪动物这照顾更加好，问题更加少了吼。咱希望讲，经过咱预算充裕的原因之下，造成这个流浪在外面哦，到处。流窜的各种动物能够被、哦、本来是宠物的、哦、能够被我们这个充足经费的宠物来做照顾，把它管理好，也让市民减少一些烦恼、哦、我想这是要给市政府这部分医药改进的所在、哦、谢谢。好，我们接下来请郑林经理、郑林议员。啊，谢谢主席啊、哦！我想我们动保所现在目前的办公地点啊、哦。那么是在省立医院对面，有一次我去找的时候很不起眼的一个地方，找了半天才找到。那找到之后进去，那么就是一间小小间，然后再加上五六个人，五六个办公人员，他们的桌上堆积如山，全部所有一些文件。我觉得我们动保所里面所要做的业务哦是相当多，不管是流浪猫、流浪狗，那么各方面，像这个什么绝育的，你们也要做很多项目哦。所做的项目有这么多，啊，在那个办公室里面，我觉得是真的是跟太对他们的办公来讲哦，真的是非常不好。我们希望就是说，看看秘书长，我们希望说。能不能再换一个地点哦？换一个好的地点，让他们在里面，办公也舒适一点。那个太拥挤了哈、哦，那个地点真的是，你进去看一看哈、哦。我们觉得就我进去之后，我就问他，我说你就这么一间呐、啊？他说就这么一间，实在真的是太拥挤了。我们希望能够对他们好一点哈、哦，因为说实在的，只要有一只飞禽鸟受伤的话或怎么样，我们一通电话就是请他们来，他们也很快的就来。那要保育的就保育，然后死亡的或者是对于他们这些有传染病的或怎样，他们就马上要处理。
那我想这个工作也是，虽然说不是很那个，但是这些工作还是很辛苦的，所以我们希望说能够给他们一个好的环境给他们办公。那我想这些流浪猫流浪狗哦，真的是太多爱心人士哦，那么在那边吸氧，那么我们不反对，说实在的我们也不反对，但是我们希望就是说能够给他们好的饲料，或者是好好的一个保护的喂食，不要拿那些厨余的。我家门口对面就是两只猫，那两只猫说实在的，那两只猫就有多少人在抚育他们，大概有30个人在抚育他们啊，早上晚上半夜都有人去看他，去关心他。那么我们不反对，说实在的不反对关心他们，大小朋友都有，从小朋友5、6岁的小朋友，还有一直到老70、80岁的。因为我亲身看到，我才了解说爱狗人爱猫人士爱动物人士有这么多。我会一问，结果他们说这是一群的爱护动物的人士。我说我也钦佩他们，说很好，但是你们拿饲料来养育他们的话，我们还不觉得怎么样，但是拿一些厨余哦，家里不吃的鱼啊、鸡肉啦、啊，就丢在那里，那我们还要我还得要去清理这些垃圾。所以说我们希望要一个希望能够有一个这个教育的平台，能够宣传一下，我们不反对爱猫爱狗人士爱动物人士来抚育这些猫狗，但是我们希望能够用一个正常的一个正当的方式来好好的让他们也可以教育下一代的孩子，做一个非常对爱护猫狗的一个教育动作。所以我在这边我们希望说我们动保所这边能够好好的用一个什么看什么样子的宣传啊，让这些爱动物人士能够好好的对这些猫狗的动物这些动物能够好好的喂食啊，这是我的意见，谢谢。好，宝贵意见。陈所长，临安乐死是从今年的2月份开始，对不对？3月份、2月份了哦。那你们现在执行的成效如何了？哦，我都两位同仁的讲，恁的讲的叫做 TNR， 是不是？药补，哦，淹起来绝育。啊，然后原地释放，是不是呢？啊，你莫跟我讲看嘛，安尼代志是愈来愈大条啊。那你决议，然后再释放，啊，你有注晶片无？晶片是用什么人的名？你跟我同仁看嘛，包括我们刚刚讲的，我们很多同仁讲的这一些，对你鹅肉的期许是非常多啦。我们也知道说这种事情是比较困难做的事啊，但是你临安乐死之后哦，事实上啊，不然来家流浪是被圣上你啊，基本嘛，刚才卡救你啊，好像碰到有狗咬人，然后你们才要去做啊，不然的话没有像以前做那么多啊。你跟我们同仁说明一下好不好？主席还有各位议座。首先感谢各位议座给我们动保所宝贵意见。那各位议座所提的其实就是我们动保所所有人员所现在正在进行而且也很关注的问题。我们很感谢就是说各界出钱出物资在所有动物包括松鼠宠物养这个部分的动物提供一些必要援助。那动保所预算是少，然后人力是少，但是我们每个人的心力哈是用到200%，然后甚至同仁半夜或者是甚至晚上你们经过，我们同仁还在蹲在地上做手术，因为办公室确实狭小了。那我们是用全部的力量去做这件事，因为我们比各位就是说更想要把猫狗的问题处理好，不要造成社会安全的问题。那刚才所提到的厨余的问题，我讲一个实例。我曾经去很多地方，就是流浪狗聚集地方或猫聚集地方去看，
路上都是一袋袋塑料袋装的厨余。那我有问环保稽查人员说，这些厨余这样洒落地面污染环境，没有违反到废弃物清理法吗？烟蒂掉在地上被拍照就被处罚1200块，这么严重，没有废弃物。他的回答是，他们会说是喂食动物，所以他们认为没有违反到废弃物。这就是重点，我认为各法应该严格去执行。废弃物清理法如果能严格执行，我想相信很多因为一些住家他认为他要处理他的厨余，然后就反正是喂养流浪动物，然后造成流浪动物被市民所厌恶而造成动物的危害，这是我们非常感到非常担忧的事情。那我们动保所在那个临安垃圾说捕捉量有没有减少，其实没有减少。捕捉量其实如果依那个比较来说的话，我们到4月份已经捕捉265则，其实全年过去来看，动保所成立以来最大概平均就是1200只啦。那认领养率高不高？已经很高，从原来的基本上认养是零，到今年1到4月已经有234只认养，达到88.3%。那怎么做到？我们成立的时候就是结合各界资源，我们是不是在从的那个领低薪的临时人员，他们叫做动保员，他们也不需要啊，不，他们不是只需要喂养打扫这么简单，过去可能就这么简单，他还要去拍那个影片，还要带狗去散步，要塑造狗可以亲人，然后增加领养率，甚至我们把它所有的资讯都公布在网络上，而且加强推销行销部分，甚至我们行动式的到户外去办认养活动，就是要推广这个。我们也有结合民间人士，甚至台北建国花市都有我们宠物银行的踪影，那都是利用假日去的。那像猫的话，我们利用中途啊，那些中途其实都不基隆，都是利用台北市的中途，他们中途很多，我们主动去联系他们，甚至晚上就把猫送过去，他们再去把它认养出去，所以这个认养率是这样达成的。那所谓源头管控，我们全在那个反犬局，它列管因施打狂犬病犬猫数量有24000只，而我们宠物登记有几只，有22000只。事实上晶片植入率已经是非常高了。那我们现在所有案件，包括你检举环保问题的、噪音问题的、还有输送犬只问题的，这些我们去一定第一步就是要要求他完成晶片植入，要求他打完狂犬病表，而且要完成绝育，这是我们基隆坚决要执行的。也就是说你不完成的话，我们就是处罚。去年总共为什么我们的罚款会一直要追加，去年罚了529万，今年到现在已经350万，我们绝对不会纵容任何一个不打晶片放养家犬在外面造成野犬问题的这些饲主，我们一定采重罚。那弃养的部分，我们已经也算是全国处罚最重，甚至那些弃养者，我们追查到，不知道只有脸部影像，不知道他的名字，我们也养发新闻稿上完，绝对都搜出他，然后把他重罚15万，然后他去诉愿打行政诉讼，我们还是坚决我理念，他还是败诉。我昨天那有一件弃养的，就是打到高等行政法院，他一样败诉。我们提供一些漏收的证据来证明就是他弃养的，所以我们对于源头管控我们是彻底执行。那我们现在临安垃圾所谓目前这么多的野犬猫，事实上野犬猫就是在野外，它其实包含了放养家犬，还有人家弃养的犬只，还有就是这些犬只杂交的第二代第三代，那他们没有绝育状况下就是不断的繁殖。如今我们的社会氛围是不希望扑杀嘛，也在那个各界的要求下实施了这个临安乐的状况，所以我们就是要积极把这个有繁殖能力的狗猫全部都绝育掉。我们
牺牲我们的时间都没有关系，我们不领加班费，不领薪水，我们就是受益，就是坚决要把那些完成。利用各动物园，我们鼓励他们来协助这一块，还有那个动保团体，像台湾怀生相信动物协会，他去年除了帮我们做绝育，还帮我们统计的狗的数量，算出来我们基隆市有2547只。那农委会的数据你去看他统计，他说只有404，那到底谁的数据准？事实上我相信怀生相信动物协会他2547只，那他同时也在比较两年来实施的一个通报量，他发现绝育数很高的中央区，他其实幼犬，我们来看幼犬就出生这个东西，他的通报量变低了，降低了45%。当然现在中央区反应还是有很多狗，那我相信那些狗都绝育之后，在3到5年内应该就会全部下降下来，那我们也会积极来取缔那个弃养者。还有就是说有一个所谓刚才有提到这个国培的问题啊，事实上我们在很多的点，包括刚才有提到中正公园、中华电信，那些我都知道，中华电信是一个中华电信管理的场域，它有没有做有效的管理，而造成什么问题，而造成危害，包括体育场那里说它的暖暖云公园里面有野狗嘛，然后说咬伤人，好，那咬伤人体育场本身有没有管理责任？一定有管理责任。所以我们要说的是说一些私有地或是公有地的管理机关必须要拿出你们的管理的一个责任来好好的，包括像台电的那个火力发电厂，他们主动联系我们，他说里面野狗很多，希望我们能解决，我们也是派人想办法结合动保团队逐一把它完成绝育，那现在它的状况就降，就情况就减缓很多，所以动保所在这里其实是会持续努力，虽然人少了，但是我们绝对不会放弃把流浪狗问题解决，把社会安全问题解决这个决心。以上报告。好，从这一次我们审查预算来所有的报告单位，我们动保所的所长讲最久。我们没有问他，他也是一直讲啊。结果我们问的他都没有讲啊。你拢怪别人去，你连咪讲你怪环保局。我曾经问环保局，乱丢烟蒂就罚多少？他这个乱放饲料，对，就不用罚。你若抓较清气，当然环保局那就去开。你就是都不拢无你哩啊！唔得人唔得人安尼讲啊！你怪环保局，甚物去怪甚物体育场，甚物怪都，到底是你讲啥？啊，那安尼，拢个人拢负责个人的，就拢免动保所啊？敢唔是安尼？你讲一遍啊！你啊，好，我们先请杨思成杨议员，再请韩良启韩议员。其实，真的所长疲于奔命，真的是人员呢少了，要负责全基隆市，真的经费也是不足哈。再者呢，你的地点真的是也不足。你如果说你要收容的话，你现在说这个地方实在是受限哦。其实，你可以做立体化，就是说你搭个2层3层这样搭上去的话，可能这个狗乐园的话哈，弄得这样子很还比较像样一点的。但是这是长久之计的。那以目前来讲哦，这个原地放养的措施哈，你必须要检讨的。第一个，学校旁边你不能原地放养，学校旁边因为是学童进出的时候，小孩子是弱势，大人的话可能还有组织，还有组合动能力哈，小孩子真的。如果说他一个人在走的时候被狗围起来的时候，这个恐惧感，我想你可以感受到哈。如果是你的小孩子，你应该也不会这样子做哈。那学校绝对不可以让他们在这个动保人士中让他们做这个原地放养的工作，这个一定要强制哈。另外有些公园，碍于我们基隆市的沾观，很多的公共设施
比如说殡葬所，哦，野狗一堆，哦，还有这个太平国小操场不应该也有狗，不应该有狗，还有那个二沙湾里面炮台里面更不应该有让那些狗在那边长期的驻守在那地方，因为刚才围边了哈，应该在围边，任何人都不敢靠近。所以有些公共设施呢，有想到会影响到我们的学童安全以外，还有一种叫做社会观感。咱基隆市专压告规大堆，外观市人来看是真歹看，真歹看。现在连那个南龙路都可以看到人家浩浩荡荡带着流浪狗，好几只在那边马路上闲逛，港西街也可以看得到。这个泛滥的状况，我想所长你应该了解。我们基隆市变成了这个流浪狗之都哦，真的是有时候名称念起来不大好听的。但我每天呢骑着机车到处逛的时候，看到这种状况啊，真的是感叹了，良多了。我们基隆市变到这种程度，当然我们不是支持安乐死的人，我们绝对不会支持你安乐死，让狗猫安乐死。而在于处置方面，在这种失衡的状态，你如何有效的去管理，让我们基隆市呢，这个小孩子呢能够安全的上下学，骑机车的人能够得到保障，这个是我们希望能够坚持维持下去的一个原则。哦，在这地方跟你提出来，谢谢。是啊，我记得咱议会，我们议会那个谁，咨询室主任，嘛叫狗啊，入一个爬爬道啊，等一阵啊，爬啊真严重呢。刚才董俊公啊，伫倒位？那个什么叫什么义诚的？陈义诚哦。要么去给我压告你吧。等一下，我们先请韩良吉韩议员，再请尤翔耀议员。好，谢谢主席啊。首先针对饲养狗的问题来说，其实它的单位不是只有一个单位，环保局也不是只有环保局，也不是一个动保所应该负责，包括警察局，包括某些单位啊，卫生局啊，都可能都有关的啊，都可能有关，所以。这个是很明显的，刚才我们动保所哈，这个主任非常用心，啊，可以说我非常欣赏他非常用心，然后可以告诉我，其实我们在很多处理阶段中间也有遇过，就遇到说这个喂食的行为究竟违反了哪些法规，或者究竟哪些法规可以处分他，其实。我们动保所的人员去处理是没有法源依据，而且他罚他钱也没有法源依据，也没有任何给予他有这个权利去执行这个动作的依据。所以在这部分来说，我建议市政府可以去研议一个所谓我们的单行法规或者我们的自治条例，去把这些行为该管束的要管束起来，这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回归哈，我也同样要问一下动保所，我知道现在我们基隆市好像规定所有的狗都要结扎，除了饲养那个繁殖场，这样有没有影响狗权？我们动不动谈人权嘛，我们现在同婚都可以了啊，同样我爱护动物的人，我真的我也是爱护动物的人，我会认为影响我狗权的啊！我在我家里头，我要繁殖我喜欢的狗，我也不行。我必须有工商登记，要做繁殖场以后，我才可以做这个。我请问你，这个法规是中央法规还是地方法规？啊，如果中央法规，啊，回归中央层面；地方法规，我们不知道啊，没有送到我们议会让我们了解过，所以这个部分请说明。好，谢谢。好，我们接下来请尤翔耀议员。谢主席，我认为是还是回归于源头管理的，啊，这些所谓的浪狗啊、浪猫啊，这就是跟日本战国时代有叫浪人啊，浪人就是没有雇主的武士叫浪人啊，这些狗就是没有主人的狗叫做浪狗。我就觉得说这个东西啊，你说你
在这个路边喂食它，或在固定地方喂食它，你有没有办法抓到呢？抓到那个源头呢？我告诉你，绝对有办法，绝对有办法。比如说我刚才举那几个例子啊，比如说这个中正公园、大海绵景、二十三坝等等这一带，都有固定时间、固定人在喂啊。你这个沿路那么多的这个监视器，你装假的、啊，那个都是好看的吗？对不对？不一定人要去站岗啊，你用监视器再去追都可以做得到啊。我们警察办案不是这样子吗？不是这样吗？这可以追啊，不可以追啊。监视器不是只在监视坏人啊，对不对？很多社会一些不好的现象或不好的行为都可以从那边得到嘛，对不对？他们一般都是早上人喂的比较少了，因为早上运动人多了，黄昏运动人多，他们会比较少喂。有人会讲话，你不要这样子乱丢东西给这些这个流浪猫、流浪狗吃啊，对不对？他们大部分都在只有什么时候，你知道？中午左右了，大概11点到下午2点，这个时间运动比较少。有一位小姐固定开了一部车，固定在那边开自己的车，固定在那边沿途在那边喂。也有两位女士固定用摩托车，摩托车号码你要不要？你要不要？你给我奖金我就给你。那个摩托车固定就是你骑，我去，对吧？我是基于说他是出于一种爱心，所以说我不忍让他说要检举嘛，对不对？对不对？啊，你是不是你是执法者，你不可以这样子啊！我也可以有恻隐之心啊，他会不会要是你认定，不是我认定啊，那不是我认定啊，对不对？所以我跟你讲，不是不可以抓得到，你不要说这个环保局不，环保局也很难抓，对不对？因为这个业务已经这个捕流浪狗、流浪猫这些业务。已经不是在环保局了嘛，已经转给你了嘛，对不对？那你有困难你要讲啊，你要跟市长讲啊，我人手不够，对不对？我资源不够，你要讲啊，你不讲啊，万当万生嘛，不是办法啦，对不对？公司没跟你配合嘛，不是办法啦啊。你说资源不够，你就要跟市长讲，向上反映啊，我们就多编列预算啊，不管人员方面这个装备方面，那也在用想办法嘛。我想这些都不是我刚刚讲过了，金融不是开这些钱，但也会造成人家对我们这个金融市整个的印象，会是很不好的印象啊。我们刚刚有谈到这个啊，狗也有狗权啊，猫有猫权，人有人权啊，对不对？你看那些每天在那边运动的人，有时候在那边那种心理上的压力。那这样子，我们这个政府是没不负责任的，让运动的市民都有心理压力，都有心理压力。这个压力不是来自于坏人，不是来自于什么小偷，或者来自于强盗，或者来自于一些心理障碍人，是来自于一些狗啊。我自己就有感受到啊，他常常会跟你走啊，尤其养狗的人身上都有一些狗喜比较喜欢的那种味道，或怎么样，我不知道。但喜欢养狗的人，狗总是会跟着你、啊。所以我常常被狗跟啊，对，那个有一个心理压力。所以说，我是认为说，源头的管理非常重要了。你一定要从源头的管理，这可以，这个两个、啊、可以并行不薄了，这可以的啦。所以我不仅仅咪讲哦，以后哦，你比方说叫人饲狗一定爱结扎，你把这已经侵犯到人家的权利啊！我的狗绝不绝他办你什么事。你要掌控这些那个源头，就你不会是很困难啊，对不对？因为基隆有很多的这个兽医院啊，几乎每一只狗的成长过程都会到兽医院去吧，几乎都会啦，最少要去打个预防针啊，什么几何几的那个预防针啊。所以你的资料。人家饲养的狗的资料来源的不是很困难的、啊，没有说100%掌握70%，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啊，对不对？
所以我应该，我就是跟你建议，从源头，你这些饲主是谁，你都可以找到，哦，就是说你有很多的概念啊，你要跟他做一些宣导，你可以跟他寄东西给他，对不对？我的狗也常常去看病啊，啊，你们动保所也从来没有寄一份东西怎么给我啊？说你的狗要注意什么什么什么，没有啊，对不对？应该都是找得到，不管他有没有植入晶片，都可以找得到饲主的源头了。你到这些动物医院去走一走，差不多都有了啦。几架高博会的熊不起，你还可以住几排虾了，就他们应该都有资料了啊！我是问问劝你说啊，你都花一点脑筋把这些资料整理起来，从源头处理，然后再杜绝这些末端的这些枝枝节节，这样会有显著的效果。我不期望你说，哎，今天讲了，你一年后就要完全杜绝，不可能的事情了、啊。但是你要有感觉说，你的一些作为是有效的嘛，是有效的嘛啊！以上建议。好，我有意见。我们接下来请施世民施议员。谢谢啊、哦，谢谢主席。我想，我们动保所啊，不单单是我们经费严重的不足啊，里头啊的行政人员啊也太少了，所以啊，造成就是说，我们所长虽然你很努力，一直在啊大力宣导啊，但是总是啊。啊，有自然生啊，有自然生，所以很多啊，那个我们社会上啊，有很多的做法都是跟你现行的这一些啊，你的政策啊是背道而驰。你像，我可以举很多很多的例子啊，在我的周遭附近啊，去年度我们那边啊，有一位李姓的民众啊，他养了四五十只的狗，然后在富都那边，因为被人家检举。他没有他的狗吃啊，没有经过结扎，也没有晶片，也没有打预防针，结果一划划了300多万，破产，300多万，他无力啊来缴这些罚款呐、啊，变成就是说现在那由法院呐、啊、再跟他要钱，动保所就直接送给啊宜兰检查处啊，现在就是。跟这位李姓民众要钱，那我们德安路那边呢、啊，也有一些人家、啊、专门在养那一些流浪狗、流浪猫、流浪狗，照说这个是不行的，哎，应该叫体制哦，应该四过去募款，再给你掏500，再给你掏300，还掏1000块买饲料，来专门来饲啊，那个流浪狗、流浪狗、流浪猫。啊，有法度，我一个好朋友饲八九只，伊做狗奴才，把遐狗啊洗很久，我阁带遐狗啊去看医生，伊讲哦，我安尼带，甲因吼，甲只狗做伙哦，八九只，甲半年来我已经开支30万啦，阁传去看医生，阁甲因洗很久，阁传所在予伊，啊，阁予人检举，伊嘛安尼做甲欢喜个呢，你讲社会上就是有真侪人思想吼。跟我们动保所的这一些啊的做法是完全背道而驰，根本都是不一样的，跟你在宣导的通通都是不一样的。当然在这边我同时也要跟那个所长反映一下，我们在我们中和路啊通往那个计划道路啊，这一条计划道路啊产业道路通往啊那个德安产业道路，因为它工程做到一半，那个马路啊非常笔直啊，而且啊真大条，几乎啊早上黄昏的时候都有很多很多的、啊、市民同胞在那边啊运动，常常去有三四架狗啊入，因此嘛吼，你啊散步的时阵啊一定要扎一支棍啊，若无扎棍的时阵吼、啊，阮遐已经有人吼、啊，规下会去有迄只狗咬着啊，咬落去哦。拢天规啊十点嘛，拢二三十点，所以因即嘛运动的时阵哦，有当小酒拢爱小酒，一个人吼、哦，或者是啊小朋友啊，尽量不要让他单独去那边散步。啊，大人出门哦，嘛骨都爱扎棍啦。我希望就是说，这条产业道路下吼、哦，我们动保所能够啊，赶快把那一些啊这些野狗啊能够处理一下，否则啊民众哦，马里万坦光咱这政府是安怎？连个狗狗都没有办法处理啊！和老百姓，你路行都会提心吊胆了、
那这是我们动保所的责任。好，本会见。接下来我们请秦真秦议员。啊，谢谢主席哈。刚才我询问的，假如说因我们政策上的一个所谓爱护动物，然后造成它的追赶造成人民的一个损伤或伤害的话，这个国家赔偿责任，我想我们政府部门应该有深切的体认。今天我们东保所他非常的认真想去处理的事情，在经费、在人力、在政策上没有给他一个依靠的话，我想他处理起来也是一个爱莫能助，非常无奈。但是一个重点，当造成伤害的时候，行政责任的代护主失职也是有责任的，所以就牵涉到国家赔偿。那我们有没有编列这所谓国家赔偿的这个被这个野狗野猫伤害的这个赔偿金呢？所以东保所你要提出你一个政策的看法，如果万一有这方面的一个措施疏忽的话，你要担到什么责任？我想这是你应该去探讨的。好，那再来，曾经很多学校碍于这种动物情形之下，也收留了很多的这所谓的流浪狗。我们也曾经看到报道，很多学校有什么狗造成小朋友的喜欢，流浪狗饲养变得跟对小朋友有感情。但是曾经在南部有一所学校，也就是因为这种情形，小朋友认为这个狗在学校那么久跟他们很亲很亲密，所以他过去抚弄他玩他，忽然间狗性发展把他手指咬断，结果造成伤害。经过法院的家长的一个申诉，结果学校是要赔钱的，学校是要赔钱担这个责任的。所以说种种这个法律上的一个造成伤害的责任，我们政府部门应该要正视，我就一直强调要正视这个法律的这个赔偿的责任，并不是今天我在这边管制那边管理或怎样，但是你管理因为你的职责没有达到一个所谓维护的责任，这是你政府应该担当的责任。所以希望等一下我们动保所所长，你针对这方面你有行踪有什么想法，或有什么一个做法，或有什么苦衷都说出来没关系，我们利用这一次会谈大家公开的讨论来帮你解决问题，不要去把任何的责任推到相关的其他责任不能配合而造成你今天的困扰，我想这里你也可以讲出来，对不对？所以说本席希望建议大家听一下我们所长，你对于这个行政责任的你担待，你有几分的能耐。那刚才我在询问野哥的问题，你没有答复，请你一并答复，谢谢。好，还有没有其他同仁？好，我们请张旺立张检议长。谢谢主席哈，啊，听起来动保所哈，哦，哎，哎呀，这包山包海，只要任何一种动物被发现，就是一通电话到动保所。哎，甚至咧路诶运动看到溜，伊咪要敲电话叫动保所。足济菜市啊、鸟市，安尼猖獗。嘛要去叫动保所，啊，到底动保所，啊，有这样啊，伊的功夫有偌好，什么活动会晓？啊，曾经在一个市场，喂的老鼠好多，结果他们就去要了老鼠药，哎，奇怪嘞，咱有法度有鸟气，又要来讨鸟气，为什么要讨鸟气？安尼嘛就无公平呀。伊嘛是一个生命呢，啊，我们就要把它毒死。但是遐鸟鼠药一个放落去，唔是干那鸟鼠去食，鸟嘛去食，狗嘛去食，结果头死的是一大堆。那怎么办？所以我讲，刚刚讲咱政府吼，有时啊做代志，嘛是很矛盾的。哦，既然是要爱护动物，要什么动物都要爱护，哎，唔是干那狗干鸟爱爱护。啊！你敢鸟去偷死？啊！这安尼偷的，不是干那偷鸟去的呢？偷的是真济项物件，因为鸟伊唔知影讲迄个物件会有毒啊。所以我刚刚讲动保所吼，真的是他的责任太重了，他的责任太重了。你别使把所有的迄个鸟甲狗拢叫因去处理。应该要把责任哦，修挂一挂吼，
别的单位啦，哦，也要有一个专属的单位，哦，啊无吼，正经动保所，我会记得阮遐边遐一只鸟啊，伊嘛要叫动保所来，哦，啊，所以他们真的是责任重大，好，哦，谢谢。不会啦，动保所很好做了，但哪有什么？你若要让你讲，看来咪连家雀嘛是一个性命，狗也嘛性命，啊！你家雀你拍甲要死个了嘛？很好做啦。我为什么说动保所是很好做？你看，他业务也没有追加检疫算，你来叫检，追检的必然还比追加的还要多，包括决议中央补助款，你都叫我三亿，表示你都无力做代志啊，你知啊？我还讲一个呢，你看最后一页，你的预算最后一页100万，啊，浅猫的绝育计划，既然是被追减100万，啊，都无都也不做了不好嘛，要不要他回答？好，陈所长，你再说明一下，刚刚我们全程警员，包括我们同仁所说的这些，你，这个要轰到哪里去？还有各位议座，那个有关韩议员哈所提的自治法规的部分，其实在民国97年哈，我们基隆市已经有订定基隆市的犬只管理办法。那时候也是因为这些问题嘛，我们也做了权责分工，环境污染的部分是属于环保局，那违反到公共安全、公共安宁部分是属于警察局，那社区有社区的。公共安宁、公共安全、公共卫生的部分是属于督发处。那有关人畜共同传染病、传染病这些防治问题是属于卫生局。其实我有做了明确的分工，但是各局处的执行，也许他们有一些认知上的问题，所以没有很彻底的在执行。所以这个分工是确实是有的。那再来就是说宠物绝育的问题，我们基隆是。强制绝对要宠物绝育，为什么？因为母法动物保护法第22条就已经规定，饲养宠物就是应绝育，除非你是特定宠物业者，你是繁殖买卖业者，你才可以免绝育。当然我们的特定宠物繁殖买卖业者，我们现在基隆也是率全国之先，要求他比照饲主全部要宠物登记，你先登记负责人姓名，然后单卖出去的时候再转让给饲主。那我们也给予基隆市宠物商业同一工会，他有宠物登记变更的权责，让他去做这件事情，就是要严格管理这个宠物。所以如果你的狗猫不是繁殖业者，你没有盈利许可的话，你是不可以做繁殖这个动作。那有关刚才有议员讲到的说这个没收到通知，这个不是我没有做，是代表议员养狗是一个很好的饲主，因为都合法了，我们每个月都会寄发通知单，只要你没有，我们会去勾稽，如果你没有完成狂犬病注射，我们就会寄发现你完成，如果不完成就罚3万。这个相信很多市民有收到也常打电话来骂我们，但是我们就是要严格管控这个犬只犬猫，所以我也会说明我们政策上是这样子做。那再来就是说市议员有提到说应该是前年中和路那个罚了，应该不是380万，他被罚2笔，一个108万，一个180万，总共是288万。这个其实是地下繁殖场，我们有相关的市政，但是为什么我们不用繁殖场来处理？第一个饲主不承认嘛，不承认，但是我们不去坚持他的非法繁殖业者，因为非法繁殖业者只当时的法令只能罚5万，而我们依他未决一直可以罚到5万，所以我们是按资来罚。但是在处罚之前，我们有没有给他机会？有给他机会。我们兽医师说愿意帮你再去宠物银行帮你做完绝育，一只一只帮你送回来，那你中养这些狗，但他不愿意，他认为可能是要他的那个身材工具嘛，断绝他不愿意嘛。最后我们知道使出断缆的手段，这个前后过程超过3个月，我们跟他一直劝导，我们绝对不是那种人血人说一定要罚你，但是逼的法令必须执行的时候，我们就是必须执行，因为我们真的没有那么多人力有办法跟你周旋在哪里，而我们担心那些狗继续繁殖下去
真的会危害到我们基隆市的安全的问题。尤其他已经被警局检举，一直检举议员关心的状况下，我们必须要断然处置。在有关那个刚才秦真秦议员有讲到这个国家赔偿的问题，事实上可以去查阅所有的国家赔偿的问题，其实都是我刚才有讲到管理机关的问题。事实上那些聚集是当地不是私地主就是公有地地主长期不管理嘛，当然这个问题最后造成的伤害该谁负责，那我相信法律会有明确的厘清。而我们该我负责部分我绝对负责到底，这些流浪狗猫我们绝对受益尽力要降低它的数量。如果说是没有管理机关要负责，那我愿意来负责，我为了这个狗猫的生命我愿意。那我相信基隆很多是放养的野犬猫，放养的狗猫，其实它就家犬。我们最近在长安路长安街，我们这个影片都有上网宣导，人把它打马赛克，它就是放养犬只啊，一直攻击路人啊，人家以为是流浪狗，我们就去了，把它吹进麻醉之后要带往收容所，它马上出现说不准我们抓，我下令坚决要给我抓去宠物养，马上完成绝育跟宠物登记，叫他来领，而且还要罚款。为什么？因为你就是放养这些犬只，而且你没有绝育，真的该死，千该万死，死一百次也不足惜。在有关张曼丽张议员，不好意思，就刚才讲到鸽子的问题，其实鸽子的问题哈，在国内哈，像中正公，那个中正纪念堂那个中正纪念堂那里哈。野鸽数量那是非常恐怖的嘛，但是他们环保单位会派稽查员在那里稽查哦，就是说如果你只要撒落任何食物喂食，我曾经哦，因为我女儿带女儿去建南捷运站，那里有野鸽，我女儿拿面包去要喂野鸽，马上被捷运的人员马上管理机关马上就过来了，说要开罚。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管理机关愿意使出强制手段，我相信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那有关传染病部分，动保所绝对会尽力做好所有工作，我们只要可以监测我们都监测。到目前为止只有金国管理学院被验出 H1N2 的高病原性禽流感，事实上监测到目前没有一例有验出禽流感，而我们强力的取缔那些非法养禽业者也是在防治这个禽流感的问题。那在有关张帆立张议员讲到这个杀鼠哈，犬猫也是，我很感谢张帆立也支持我们的动保所这个动物保护这个作为。事实上，我们对于杀鼠，我们也曾经把它移送地检署过。如果只要报案到我们这边，我们对于只要你有凌虐动物嫌疑，我们都会断然处置，绝对不能让造成动物生命的危害。以上报告。杀老鼠，你把它移送地检署，对不对？杀老鼠哦，啊，好了，我们先请有两位议员，再请杨世仁议员哦。所长，我刚听你的回答，这并不是说你要针对我们每个议员的质疑或者建议，你应该讲出你的一套，你要怎么样管理嘛，对不对？我刚才跟你讲，那个好像这个信誓旦旦，好像宣誓要打击黑帮，要打击毒贩，这种架势有点不符合比例原则吧？那是狗何必跟狗动这么大脾气呢？对不对？而且你是兽医啊。兽医，你要跟狗站在一起啊！你是要保护动物的啊，不是说一娃要怎么样，一娃又怎么样？你又不是法官。我想啊，一个观念啊，会影响你的行为的。你应该跟动物站在一起啊，对不对？这些被放养的猫狗何其无辜啊！它可以决定它自己的命运吗？你下令要绝扎，
我们的法律有没有下令说女人要结扎，已婚的女人一定要结扎？也没有嘛，也没有这么过分啊。所以你不能剥夺狗的权利，对吧？你要让它如何避免一些负面的，对社会会对市民一些负面的一些影响，对不对？我都不觉得说你一定要，如果你不结扎我要罚你，这个就是人家给你打，给你上诉到最高法院，你都会败诉的。我跟你讲，你有什么权利这样做呢？对不对？有些行政命令不一定合乎法律的啊，对不对？什么叫行政命令，什么叫自治法规，都是权宜之计啊，随时要修改的。法律没有一定让人在修改，宪法没有一定在修改啊，那些自治条例是因地制宜，因时改变啊。你可以拿来当它是一个规臬吗？奉之为圣经吗？对不对？我想不要向宠物宣战，要爱护它，要怎么样去保护它？爱它不能害它嘛，对不对？所以说，你说要叫人家一定要，不管你是繁殖场也好，私人养的也好，一定要结扎。根据本人，我从12岁开始养狗，大中小，最大养到獒犬了，最小养到北京狗了。以我的经验啊，结扎的母狗性情不稳定。有生过小狗的那个母狗性情温驯，这是我的观察，我是没有什么学理根据，我是观察的啦，对不对？这代表说它有一个自然的，你这么说你可以去控制，可以去调节，你能不能下令说通通要结扎，对不 对, 对？你可以主宰其他的生命吗？我认为这观念这样子不好了，啊，这过剩，我们要不是说因为看这个整个的情况来控制嘛，就是说我们应该太多的狗会造成我们什么环境等等不良的影响，我们应该控制到大概多少以下，我们去规劝嘛。啊，如果通通结扎的话，这个狗会绝种，哎，也说贱呢，啊，你不是灭种吗？通通结扎会灭种啊，对，所以我觉得哦，所长你应该回去好好的深思一下。到底你是跟法令站在一起在对付狗，还是跟狗站在一起让它成为人类的好朋友？你好好去思考。好，我们接待请杨市长杨议员。那个所长，刚才我问你啊，说我们这个公共场所啊，比如说这个仙洞国小，这个旁边的32只太平国小的好几只啊，还有二沙湾这样的公共场所，还有殡葬所那边大概有10来只，这些公共设施经常人进出频繁的地方，还有学童上课上下课的危险的地方，我们还是继续支持他原地放养吗？这个就是要强制执行的嘛。有些地方不干安全上的问题的话，我们先可以轻重缓急来处理嘛，是不是？所以我刚才讲的你又不回答，那未来我们的安置计划，你说场地不够，我跟你讲建议说你那个搭设3层4层都没关系，里面会堂都在盖了，里面会堂盖了没人使用一大堆，可是你要用的地方你却不去盖，对，我们的如果说安置狗是平面上不够，我们当然是立体化的嘛，不要说土地不够或是什么的经营。这个经费不够，真的本身要提出来。啊，如果说人员不足，我们过去这个环保局担任抓狗任务也不错啊，任务它很有需要，请求帮忙，各单位支援，这个是你们行政单位是要去统筹的办理的。过去都是环保局在抓的嘛，那现在我看你的这个抓狗队就是一个人啊，那个。那个年轻人真的是蛮累的哦，规天拢看，大部分都看伊在哩啊，哎，技术袂歹啦，哦，所以时间够，我们把动保所审预算审查完毕，我们休息好不好？好，我就希望说你正式的回答我的问题，谢谢。好，那我们接下来请张耿辉张议员，请龙哥对的。好，谢谢主席啊，我想最近呢、啊，
动我们有关这个动保到动保所啊，那个所长在这边啊，想了解一下哦。我相信我们本会的同仁可能，包括我个人也不知道。据说啊，帮我们副议长也接到很多陈情了、啊。那个，哎，不好意思，就从另一个呢，那个听说市民有因外出啊，因外出这样，短暂的离开三天。还是一天也好，既然啊三天，拢在宠物店呐、啊，寄放在那边。我问我们本会的同仁晓不晓，要罚10万块，罚10万块啊！恁大家唔知怎样的？我拄好听一下，因为出国嘛是同款啊，对不对？你看，对啊，你已经点头了，是啊。问题说你先倒的，连这些我们明代都不知道。啊你！这告个无法度叫宠物店，你要叫叫来，叫对岸哎叫来，叫银行。很多事情啊，应该站在便民的立场上。我问你，很多啊，比较讲，你今天你所长，你要理由的话，宠物这些要随身带出去。有些的话，饭店不见得，他说你要让宠物进来哦，包括餐厅也是一样。啊，你不是造成不便民吗？第二点，你虽然说好要罚，你也要先导一下。那一些现在经济够好歹，一摆罚了10万块，去寄遐了10万块。所长，你是这样讲，我们这个的话，大概讲没有错，你是按照中央的法条就直接执行。但是对于百姓所造成的很多的不便，甚至于先导不周，这些你都还是要加强啊。所长，一张一组，就是讲我包括我们议会都不知道啊。啊，这被什么嘛？我出临时三天有事情，又不能带狗去，然后我暂时寄放在宠物店，抓到10万块，啊，你干嘛的？值得深思啊！都是中央的法条，你要是不是直接下联要建议一下，还是有解套的措施？哦，这一点爱建议通用啊，不然当然人家百姓的啊。反正副议长要进来讲啊，他真的是也蛮鬼八会啊，哦，他背到接受澄清，我们也都不知道这个真的到是10万块，我们真的不知道哦，谢谢。我也不晓得嘞。对啊。所长啊，简单聊，针对问题，唔能够拖拖拉拉的。你像阮张景辉讲的，阮拢唔知道。你罚10万块还算的，你比出国经费更加多啊！好了，你简单说明一下。简单说明一下，就有关杨议员建议的事项哦。哎，动保所这边会再跟当地的管理机关哦来合作处理这件事情，包括太平国小。那因为动保所事实上没有权责哦，要求。相关的喂养人哦，必须把狗牵走。其实，这管理机关会比较有权力啦。那我们基本上就跟他合作，请他们警卫哦，来执行这些工作这样子。那再来就是说，张耿辉议员有讲到这个，就七堵最近有三家宠物店，他是经营住宿业的，可是他确实没有申请那个宠物寄宿业嘛。所以依动保法，开罚是最低是10万块，最高是300万。那我们有跟他们做完去现场稽查，而且做完谈话记录哈，他们也是表达配合，也我也了解到他们的一些状况哦，所以我们都依行政法有减轻他罚完到7万块，这三家都是一样啊，因为有可能是有人有心在检举他，所以这部分我们也会在建议中央，就对于特定宠物的寄宿业哦，希望不要一次就到10万块这么高。那当然，因为特定宠物业的寄宿业哦，它是涉及到动物保护法的问题，就是说它到底空间上3.3平方公尺只要养一只狗嘛，它到底有没有这个足够空间？所以非法的业者他会把很多狗挤在一个空间，其实降低动物福利。在动物保护法的观念上，它是从这里来琢磨它有危害到动物的福利，所以才会有处罚的问题啦。啊，因为特定宠物就是我们目前社会上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犬的
繁殖买卖寄养嘛，就包含寄养，所以这部分我也会加强宣导。以上，谢谢。好了，我们再不要再说了啦，我们先审查一下，这么十二点讲六分了啦。那实在哦，咱全世界啊，大概没有超过五个国家说这个宠物临安乐死的，无超过五个国家，连美国都、日本都无啊哩，搁来恁台湾难哩啊！我拄着拜托因技术多安查查的，但不四个啊三个尔，啊，咱台湾嘛临安乐死之一啊，啊，再来安尼黑球安尼搞啊假死人，特别特别多些。好，我们税务通过哈，那然后税出，请议事组开始。十六至四页税出计划说明提要与各项费用明细表，动物保护防疫、畜禽水产动物保育及疾病防治，合计追加预算数216万3000元，追减预算数293万5000元，人事费追加预算数42000元，追减预算数62000元。十六至五页请参阅，十六至六页业务费追加预算数212万1000元，追减预算数187万1000元。十六至七页至十六至十三页请参阅，十六至十四页奖补助费追减预算数100万2000元，请审议。对啊，好，十六之四、十六之五、之六、之七、之八、之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那么动保所的预算，那么追减的是比追加的多了，也表示他说他业务，你后摆编列年度预算，你莫后边编啦，编的再让我追减的，你看后一个决议我不爱讲，同辈挤压你看嘛，猫犬绝育计划，你既然被我叫我减补助100万，通话讲嘛，代表你100万尔，你都拢啊，你都要淹嘛，那就淹，啊，公路到底啊，做到要死啊，你看嘛。好，各位同仁，每一件的哈，每一件我们就照预算通过哈。好，那我们下午跟昨天一样收集资料，那么我们下星期再审哈。好，我们休息。